刘青一是我国著名的高鼓演奏家，他从事广东音乐演奏和创作活动已有半个世纪之久。几十年来，他广收博采，集各家之长，独创一格。他演奏的广东音乐《鸟头林》《平湖秋夜》《春到田间》《鱼游春水》等乐曲尤为脍炙人口，闻名中外。刘天一出生于广东省台山县，幼年随父迁居广州。他自小爱好音乐，在学生时代已通晓二弦、提琴、乐琴等乐器。中学毕业以后，先后当过百货公司的学徒、音乐教师和音乐社的音乐演奏员。30年代初期，刘天一的高鼓演奏技艺逐渐成熟，参加社会上的艺术活动也就更多了，由原来的业余玩家逐渐转为职业的音乐家，被人们称为香港李文成、广东刘天一。广州沦陷以后，他在迁居港澳的十多年间，利用空余时间对琴艺刻苦磨练，潜心钻研，终于成为轰动港澳的演奏家。50年代初期，他曾经和李文成、梁以忠、尹自重等音乐名家合奏广东音乐《鸟惊仙》《汉宫秋夜》等乐曲，被灌成唱片而流传于港澳地区和海外。1954年，他毅然从香港回到了广州，现身于发展祖国的民族音乐事业。从此，刘天一的艺术生活跨进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刘天一是个多才多艺的音乐家，他不但精通高鼓，还擅长于古筝演奏，又是一个杰出的作曲家。他的主要作品有《鱼游春水》《迎春花市》《怀念》以及古筝独奏曲《纺织忙》《塞上银》等。60年代初期，他曾经多次被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周恩来总理曾经亲切地鼓励他说，发展广东音乐要靠你们这些老行家呀。多年来，刘天一积极从事培养后一代音乐人才的工作，在国内不少文艺团体以及港澳地区都有他的学生，也有不少学者和高鼓演奏者慕名前来求教。我国著名的二胡演奏家王国同、闵惠芬曾经专程前来向他学习广东音乐。刘天一曾经多次出国到日本、匈牙利、苏联以及香港、澳门等地演奏，受到了当地观众的热烈欢迎，被国外的评论家誉为具有高超的艺术、天才的艺术家。尤其是他演奏的广东音乐《鸟头林》，更使外国观众赞叹不已。鸟头林创作于20年代末，当初演奏这首乐曲的鸟叫声音是用灌水的陶瓷小鸟吹出来的，从头一直吹到乐曲结束，既单调又缺乏艺术性。刘天一为了用高鼓来表现鸟叫的声音，曾经到郊外的树林里、养鸟人的家中以及卖鸟商店等地方去观察和研究鸟叫，通过反复的实践，终于摸索出用高鼓模仿鸟叫的演奏方法，使这首明朗欢快的乐曲更加生动逼真，富有情趣。从此呢，这种演奏方法便一直流传至今。好，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刘天一演奏的《鸟头林》。
艺术之贵在于创新。刘天一在高胡演奏艺术上取得的成就，是与他一贯以来敢于革新的精神分不开的。早在30年代初期，他就曾经与当时居住在广州的著名钢琴家俄国人夏里科教授合作演出，由刘天一高胡独奏，夏里科钢琴伴奏，大胆地以民间乐器和西洋乐器相结合做出尝试。在他的作品《鱼游春水》这首乐曲里，他通过反复的摸索，以泛音来演奏一个完整的乐段。这种独创性的演奏受到了人们的称赞。1956年，林运同志创作了乐曲《春到田间》，这是广东音乐中第一首真正充分发挥高胡演奏技巧的独奏曲。为了演奏好这首乐曲，刘天一与作者密切的合作，吸取了西洋乐器小提琴的演奏技巧，把广东高胡从原来使用的3-4个把位发展到5-6个把位，把有效音域扩大到3个8度以上，并且呢使用了脆弓向上滑指、向下8度大滑指、双粗弓等手法，以这些富有创造性的演奏手法来描绘出祖国广阔田园的美好景色。啊，但凭弓弦一支，琴弦两根，在娴熟灵活的双手运用之下，描绘出一派春风袅袅荡绿野，碧波万顷藏生机的景象，真是出神入化，会形会声。大自然风光固然旖旎秀美，殊不知神风之妙，尤胜天然。在一个晴朗的日子，我们采访了《春到田间》的作者，原广东省民间音乐研究室主任林运同志。《春到田间》这首乐曲经过刘天一同志的演出取得很大的成功，他是我自1954年听他的演出，高深的技术啊，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就想为他写一首新作，而且希望能够表达他的技巧。所以写到之后，就请刘天一同志来试奏。
他的技巧是很丰富的，我做一首那个短小的高虎独奏曲是不可能全部包括掉他的演奏技巧，所以我产生了写一个华彩乐段的这个办法。我只是写到基本的旋律，我要求请他自己去发挥。有的一种是经过反复的琢磨，最后把他演奏的定了下来，就成了现在的演奏的高虎独奏的哪一段。这段他突破了广东音乐使用音域的限制，从音第一个音用到四个八度，我想是柳天玉的首创。再有一个，他要运用了泛音的这个手法，啊，在广东音乐历史上也是没有见过的，就大大的丰富了广东高虎的性能。我了解到他这个快速进行力是他的精彩的手法之一，所以要通过他这个表达农村来劳动方块这个场面啊，来表达达到这个曲子的高潮。所以从引子到主题，在华彩乐段到快速进行，有机的结合在一起，通过他的高深的技巧，就达到这个曲子的目的，就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有的一种是我认为是很有创造性的这个一位演奏家的啊，这个我就希望更现在从事广东音乐的同志们，哎，认真地向他学习，哎，使他这个创作精神啊，这个传到给我们，哎，共同努力为振兴广东音乐，啊，发展广东音乐，我们大家努力地做出共同的有益的贡献。